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那非常感谢各位收看我们周一到周日每个中午即时12点到12点半台股七十二变这个节目单元。为什么节目叫台股七十二变？那最主要就在于哦，证券市场你如果操作很好你就不要变，但是如果你遇到挫折困扰，我的建议就在于穷则变，就是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你要变，改变一个方式，然后变呢你就会通。所以我举个例子来，我们看今天哈，加权股价指数现在在8784点，目前是12:40，对不对？在8787。好，那今天该怎么看啊？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来，各位请看哈，今天是3月18号，目前是12:01。好，今天早上9:27，我们向我们的成员的报告，你不要冲动哦，哈，来，叫做主要区间低点叫8760。高点叫8805，所以你搞个工哦，所以来一个8805个半空，你千万唔通做这条代志。正常情况，绝对是个空点，还知道不？但是今天你不要在这里空，为什么？因为你会死的又死。你说哈，什么又是死的又死？空单了。正常情况，来到8805这里是个空点，但是今天特例，你看不赶快哦。我还是一样哈，我怎么讲，我怎么向你做报告，特别是新朋友，好不好？哦，您最近期的一些新朋友看一下哈，一个叫台指期，一个叫加权指数。台指期我会发简讯给你，上面会写台指期，做多做空你就照着我们发的简讯。好，那节目上因为不能对期货商品做预测，也不能对个股的未来做预测，所以稍待我们会讲宏达电，我会讲上半段，下半段就是针对今天，针对礼拜一、礼拜二，宏达电，我感觉我卖唔对啦，好不好？所以因为这话中没当讲哦，所以你可以收看明天、后天、礼拜六、礼拜天中午12:00到12:30，我会针对宏达电未来你该怎么做观察哦。马仔供第二刚供上半节，所以我们先看加权指数哈。为什么加权指数我们的看法呢？今天在8760到8805，但是咱搁等来看。你看吼，今天最高没有错啦，高点2027，是不是在这？8801嘛，没有错吧？但是就是8808啦，最高啦。但是然后它又都不跌，所以你要小心哦。你底下个坑诶，这里叫做这里吼，就两个动作，一个叫右多，一个叫右空。那么它到底是右多还是右空？已经干单。他现在撑在这里，你想调个更好，他就看他的交易量，他就看他的交易量，做空的多，你我跟你讲，你设计吼，绝对加起，半空的多一定加起，啊那算好啊，做多的多，我跟你讲，要做多的吼，绝对抬盘，但是今天已变盘了，来注意看哈，为什么？第一个，画面上你所看到的，我先把3月17号昨天的最高跟最低标示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好，最高在8821，最低在8716，然后再把今天的爆量点位再把它标示出来。你说这叫什么？这个叫逆时钟曲线。你问他，现在逆时钟，这真的是逆时钟啊！我稍待跟你做说明。好，我们先抓出这个8760，多头一定是守在8760，这第一点。因为但是今天跟大家不来8760。今天不但不来8760，今天准备要过8821。好，为什么？因为它的反压落在哪里？反压落在8805点，伊的反压是伫8805。既然伊的反压伫8805，伊这是反压哦。哎呀，反压唔落，甲你卡掉咧，你就贱啊！伊绝对加起你。好，所以今天我给你的建议，今天这个你下半场。我建议你，你唔嘛唔通去甲放空，你要甲放空，搞有一个情况，加权指数破8760，会使空，这个安全，这个就安全了。那大8707，你就可以平了。我加权指数，无破8760哈，麻烦你修修进来一下，他搞这里
搞不好再嘎你一次。好，你一定告诉我，那这叫什么？我举个例子哈，我讲一半哈，来，各位请看了，注意看，做笔记哈。这档股票叫2498的宏达电。好，这一天是3月3号，三月初三，三月初三的宏达电股价收盘报价是81.9元，当时最后一盘收盘量是575张，我们就上下五档，对不对？好，这个点叫喷出，也就是喷出。喷出代表它要喷到哪里？它一定是喷到这里。这里是多少？这里叫135，这里呢？这里叫160。这个183，我叫七八。为什么？因为它这里在集结，喷出之后，它一定走到135掉下来，会掉到哪里？一定掉到109。用它的预测股价，我哪预测股价？我在讲跟你讲过去的案例，希望对你有帮助。这是宏达电，这是113，对不对？好，来看这里。那下礼拜宏达电怎么走？来啊，这个叫喷出点，81.135。喂，你嘛帮帮忙，安尼起要50%呢？啊，家难道不是个买点吗？这里是买点，135要卖，当然要卖啊，不卖不是小狗。来，第一个，各位请看哈，3月3号的81.9是不是在这里？而且又起来，跟135，它最高到136了。而且135一点落嘛，落加我这加108，那阿哥再来的，这叫过去，这叫过去。好，接下来今仔日加后礼拜一、后礼拜二、后礼拜三，宏达电怎么走，你就看哈，你注意看哈。明天的节目，我稍待会预录明天的节目，明天是假日，礼拜六、礼拜天。明天的节目我会教你什么叫筹码评价。所谓的筹码平衡，小米，你还这搞不定，还要换别人接的米价，这不是我发明的，我没有那个本事的、啊。这个就叫做逆时钟曲线啊，李光涵，逆时钟曲线，对，这个就叫逆时钟曲线。逆时钟曲线一般来讲，你在学技术分析，一个叫形态，一个叫价量，对不对？那包括有各种指标。好，那么从形态、价量等等的演变，为什么要有指标？因为指标比较简易。经由指标直接做判定，判定什么？我这里是不是要做多，还是被它半空？那指标就是买卖买卖，对不对？好，所以呢，如果这种你现在已经看到，这里叫一，这里叫一哈，来注意看，这里叫一，加叫做一，加叫做二，加叫做三，不是这108、104加叫做4，再来呢，这里叫做五，再来呢？后面叫做六，好，那为什么1、2、3、4、5这是阿北发生呢？因为阿北发生的没在讲哦，因为这是盘中节目。那为什么它叫逆时钟曲线？来，请看哦，下面叫逆时钟曲线，来看右边，现在是不是底价？好，来把这里帮我放大，因为很比较小，注意看哈、哦，涨底价，昨天在这里，昨天在这里。如果接下来今天跟礼拜一，如果它是这样子走的，注意看哈、哦，往这里走，往这里走一天，往这里走两天，啊，你见啊啦，啊都去了，绝对飙起来，绝对飙起来。但是来，所以逆时钟曲线的关键在于今天跟礼拜一，如果宏达电是往这里，往左下。再往什么左上，我跟你讲，伊准备要阁开始啊！我跟你讲的是真的。那如果不是呢？阿弟阿谁？阿 OK 不？那你怎么做评价？稍待我们在，稍待我会预录哦，礼拜六跟礼拜天的节目。那一节半钟未使预测股价，你知影冇？啊，假日都会使你啊。所以你得休息来，好不好？礼拜六、礼拜天哦，你想想针对逆时钟曲线，我们会基于宏达电为范本跟各位做简报。好，我们昨天提到一个重点的证券市场，最主要就在于所谓的三不打了。什么叫三不打？我举例哈，我们举另外一个范本好了。你今天是个打击者，南宫趴棒球，你是一个打击者，看不到，请你不要打。为什么？你站在打击区，对不对？啊，投手球弹出来，啊，你一时眼花，无看到球，请问你要不要挥棒？你不要挥棒啊，因为我没看到球啊，最多就是一个好球而已嘛，要不就是坏球嘛，啊不就爆头嘛，对不对？
你顶多就是不是好球就坏球，你就不要挥棒，一球弹出来啊，你刚好没看到，那就不要打，这叫看不到。拜托哎哈，不打，打不到你也不要打，什么叫做打不到？投手现在丢出来了，你看到了，你看到那个球就要飞出来了，然后呢，你知道你打不到，为什么你打不到？因为你站在打击区。你发现这颗球会是个大爆头，往外侧严重偏移，你就算整个棍子挥出来，你都碰不到这个球。当你发现你看到了，可是你打不到它，你就不要打。你打它干什么？对不对？好，最后打不中不打。什么叫打不中不打？投手这把球弹出来啊，你把球提紧紧跟他看，你看到了。球进来了，你笃定保证是好球区，你绝对是好球，你看到了，你也打得到了，但是你知道你打不中，你为什么会打不中？不是，为什么也打不中？因为你来不及挥棒了，你就刚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哎，球已经来啊，你现在挥棒绝对没有啊，那你就不要打，你 OK 不？看不到不打，打不到不打。打不中不打，但是反过来讲，证券市场一样的，看不到不要买，买不到不要买，买了它不会涨，哇，求求你，你就不要，你也不要买，那你要去买什么？买会涨的，然后你知道你进场之后，它会拉上涨停的。这个礼拜一买秦雅，礼拜二买博汉。礼拜三买伟讯，博汉是礼拜一就开始买的，礼拜二早盘又买一次了。礼拜三买伟讯，礼拜四买秦城。今仔日阁买一支，是什么物件？两分钟后马上向您做警报。头痛，请用五分钟；嘴气疼，请用气疼五分钟。五分钟，好。错错错错错错错，只要是人就会错，你不能错。你不会挑，你不会买，你不会卖，强棒之中就会错。让您每天有收获，满载财富，平安返航。02-2578-3777，2578-3777。变变变，变成功，肯定会成功。棒棒棒，一棒再棒，棒棒接强棒。强棒陷阱选股，制度优化避开风险，掌握盘中波动，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棒。02-2578-3777，02-2578-3777。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Choose your own life。鹅牌气密窗。出国旅游难免发生意外，要怎么准备才好呢？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旅平险加买附加条款，保障多更多。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要选对保险种类，并注意效期。外交部驻外管处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或代垫医疗费用哦。朋友们，出国前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让出国更安心，有备无患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哦，一样哦。第一个啦，如果说每一天呢、你帮自己把握2.5%，我卖公上面涨趴涨停板，你一天只要2.5%，你自己算哦。
不要说什么三个涨停板了，2.5%平均值了哈，1、2、3、4、5、6，平均值了，7、8、9、10、11、12、13、14、15、16，哎，加起来你已经要五成，16个交易日，你的操作绩效，你10块已经赚要5块啊，啊，你敢无好？你一定告诉我说，那有没有那一种，可以买着就赚它一个波段？那不用这样一直在买卖买卖的，可以啊。来举例，这个叫2354，叫红准，这个卖准，不用出啊。那为什么不用出？因为这个叫喷出啊。为什么红准叫喷出？你跟我就看不出来，这样叫喷出的喷出来。各位请看哦，第一个这是红准从1月份以来的走势图。好，1月15号是几缸了？几缸一轨在搞。对不对？开始起涨，好，涨到这里，这里叫72，这里是不是做一个整理？这支涨到今仔日这两支，这是喷出，你卖看涨黑 K 哦，这两支这个叫喷出，这叫出生段短整理，这准备走主升段。我不是给你预测股价，我不叫你去买哈，我举例啦。为什么这里叫喷出？我很快速跟你提一下哈，1月15号大概跟你做个说明了。来，1月15号当时我们是建议。2354红准叫做强力买进，我们参考了主要外资机构在1月14号的看法，当时红准是58块，伊的目标是102，但是伊的目标跟咱的目标不赶快，不，我们要去参考这些主要专业法人的看法，当然我们不可能跟他一模一样嘛，但是我会跟我们的会员做分享。好，第一个针对红准我的看法啦，我们评价是。红准今年2016年每股盈余应该落在8.9-9块，外跨坏了哈。那如果是8.9-9块，该怎么看？他的看法是8.5呢、啊，也跨坏没有？也跨坏是8.5，啊，咱是跨8.9。好，举例，股价盈余叫本益比，1月15号我们的评价为什么要全力买进？因为红准股价预估本益比降到7.5倍，那么我们再去比对过去历年来红准的股价跟它的历史本益比做交叉比对，比对的过程里面，最低本益比就是7.5倍，发生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当时红准的股价也暴跌到7.5倍本益比，然后接下来就从7.5倍一路大涨，从59块大涨到150。股价高起个百五呢。当我们发现到1月15号，红准的股价又跌到1月15号一刚百五嘛，啊是咪强力买进？为什么？因为从7.5倍本益比啊，是不是又到了最低？那该怎么看？就应该站在买方。好，来把这里放大。这19年以来，将近10年哈，每一天我们的研究报告一定会有当天从第一通到最后一通。都会在列表在当日的研究报告上面。当天我们说哦，因为中午节目中会做红准的说明。好，我们当天的说法是，向会员的报告是，因为它在7.5倍，所以强烈建议你要抱着，或者是去跟他加码。那么你一定告诉我说，那目前来到这里，好，这里这个点叫喷出，为什么叫喷出？来给你看一下哈，来，1月15号是不是在这？啊，这种股票你不应该出啦，你袂使讲哦，我赚啦，我震荡我出，无赶快哦。波段的股票你就一路爆，爆到这里，这个是个喷出点，喷出点你就正向乐观，我们预期呢，给予非常乐观正面的看法。好，你告诉我，那还有没有什么标的股？有，你礼拜一或者是今天一定要去买这一档股票。为什么一定要买这一档股票？一样哈，你是成员的，请把研究报告我已经写给你了哈，再拿出来看一次哈。一样，我们参考主要外资的评价，这个评价报告是在3月15号当天哈，它针对这家公司预期啊，会从3.4块港币涨到5.7块。我不是要叫你买香港的股票，我是举这个为范本。他说，如果从3.4块涨到5.7块。潜在上涨力道会高达65%。好，什么叫65%？好，我们就拿来看，该公司在台股有挂牌的哦，挂牌交易的哦，就是这一家公司，它的联动比是100%，百分之一百。
如果是65%代表该公司的股价有能力在未来涨6到7根涨停板。好，目前股价在哪里？在这里，15到16。好，如果用港股，哦，你看研究报告哈，3.2块，0.85到0.9，预估2016年每股盈余用0.85安内闹贼，还是港币？港币你跟它乘以4，预估2016年这间公司，这间公司哈，2016年 EPS 目前的预估值，预估台币哈，我帮你换算成台币大概3.2块。如果本益股价盈余叫本益比，股价如果是16，股价16，盈余是3.2块，那请问你本益比几倍？5倍。我这样是把酒气要拉狗嘞，是不是？来，第一个这个叫喷出，这就喷出。第二个，本益比竟然只有5倍。针对像这种类似的个股，我认为你今天最晚礼拜一，你一定赶快进场。你已经知道有特定，手股这大机的，特定机构给予强烈，最少3家以上。我想跟你讲，上就3间哦。研究报告我昨天都写给你了，最少3家以上。那么这档个股你就买着，就不用动了。那么你稍待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的服务人员，那我会跟你做简报。好，回过头来，再来就在于证券市场在于哦，当你知道你每天做你都会对，你买的股票因为它看得到，买得到，买了一定会涨，那要不要买？当然要买啊！你看到了，你买得到，你为什么不买？来，攀着我的手。今天早上，我讲了，我负责哈。早上的9:02，高点控两分，分别是8064、5309，今天是3月10日，5309、4533、3535，对不对？我就甲买啊！哦，你讲好，对，咱来买8064，立马给讲诶。无啦，8064，那这是咩啦买啦？立马看。看不到不打，打不到不打，打不中不打，看不到不买，有没有看到？看到啦，买不到不买，买得到吗？买不到啊！你不能跟我讲哦，这里有瞬间打开，立马帮帮忙，瞬间打开，你最多还是买在涨停板啊，是不是？是买不到，因为你看到了。啊，你买得到吗？你买不到了。啊，你买了它会涨吗？它不会涨，我有涨停板还不会涨，因为你就是买这里。如果你买得到了，理论上是买不到了。纵使你买到了，会不会涨？不会涨，因为最多就是涨停板了。不然你最多给那一堆是涨停板。我有讲唔对，不？无嘛。所以要看得到，买得到，买了会涨，我们才出手啊。什么样的个股看得到、买得到、买的会涨？伟讯群诚，好来哦，伟讯还没有出，对不对？群诚今天早上出了，一开盘就出了，但这支还在续报中。啊，今仔日买3535，秦雅3月15日，博汉3月16日。好，我讲讲有够清楚啊哈。那为什么今仔日要买3535？来，你看得到吗？看到了啦。为什么看到了？来个跨几拜啊？有没有看到9:02？你自己把它当时你把它点出来看，你一定看得到，叫做3535。你有跨掉啊？买得到吗？这个怎么会买不到？这里买不到，那这里可不可以买？可以啊！啊，这里不买不到，这里可不可以买？买啊！啊，这里你是在买什么？你家无买，你无嘛买家；啊，家无买，无嘛买家；啊，家都唔免买啊！啊，你讲了就好，看得到。你买得到，买了会涨，那你为什么不买？不管是这里，绝对都有2.5%。今天去咯，啊，礼拜过一期，那我扣人家2.5%。不是，你要让自己交给系统，不会骗人。一百港片，乌的乌，魔的魔，他是怎么骗你？秦雅、博汉、伟讯、秦城，我的公司伟讯还没出就还没出。出了我小狗，我停止业务执行，我就没出啦。买，那天是不是叫涨停？涨到今天还没有大涨，
是涨的，对不对？所以不用出。那群诚出了，伟讯、群诚看得到、买得到、买了会涨，那该怎么办？那就买呀、啊！从2月25号、26号到3月4号，一直到上个礼拜14到18，一直到上个礼拜7号到11号，包括今这个礼拜到礼拜五。那么，如果说您对我们的系统想进一步了解的，那么在这里呢，就只有今天跟明天哈，我们有一个3+3，并且再加这个系统。那么节目最后在这里祝福所有观众朋友，阖家平安，操作顺利。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数位超 easy， 生活更 happy。 错错错错错错错，只要是人就会错，你不能错，你不会挑，你不会买，你不会卖，强棒之中交付系统，让您每天有收获，满载财富，平安返航。02-2578-3777，2578-3777。变变变，变成功，肯定会成功。棒棒棒，一棒再一棒，棒棒接强棒。强棒陷阱选股，自动优化，避开风险。掌握盘中波动，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棒。02-2578-3777，2578-3777。头痛，请用五分钟；嘴气疼，请用气疼五分钟。五分钟，好。当股市千变万化，当操盘千头万绪，当机会千载难逢，即日起用1000元体验轰天雷一个月，就送轰动十掌操盘秘籍及上课券，千言万语这次只要1000元哦，请拨02。